又到了一年一度 Lumi 的成果展的时候啦，耶！舞者甄选，哎呦，每年到这时候我们都很期待，就跟我们的新孩子碰面。对啊，因为这个新孩子会跟我们相处有半年之久。哎，今年很特别是，不只是 Osam 可以加入我们这个大家族啊，当我们 Family 的一员，还有机会成为什么 Lumi 的储备师资哦，储备新师资，这其实是蛮难得的。然后你也不要听别的谣言说什么哦。Mania 组很难欧啊，欧不上啊！我跟你讲，今年就讲难听点啦，今年有两组了，好不好？很多机会啊，很多人可以选，就来就对了。然后，如果你还是在犹豫的话，没关系，你看一下以下的影片，下面有很多答案，有很多你可能会有的疑惑或是困惑，他们可能都在这个影片会回答你，对，帮你做一个解答，所以一定要来欧。然后最后一定要记得把这影片看完。请来的那个三立的演员帮我们演出戏，对，这样子，本土的演员非常彩，大家看完喽，耶！因为爱你们，因为爱你们，想要挑战自己，他们对每个环节都要求的很极致。那年老师说你神，所以姚晨不是你们的男神。OK， 我们早班，下一位，谢谢。干嘛？我想要修他的桌面。Mania 老师一直都是很对作品很要求，然后对自己对学生也都很要求，所以想说来这边应该可以学到很多，所以就来了。什么核心啊什么的我完全不会，那什么东西啊好难哦。然后每天在那边转夹到那个腰超酸，真的，我记得前几天真的酸到就是动都没办法动，对，就是一样的东西，然后一点一点，然后觉得自己没有进步，像白痴一样。很累很难治愈，但又很爽，就人生就是要不断突破自己，很好。就是挫折感很大，但是还是得练啊，还是得练。对啊，你还是得练。我不会跳舞，很崩溃。我不会跳舞，听不懂拍子，老师就会说你这是比较沉的拍子，然后想要沉，然后懂，然后就开始讲出一堆很神秘的名词，然后都不知道老师在干嘛。然后你就会觉得我跳了五年的舞都不知道在干嘛，然后就感觉打掉重来。就是因为我没有那个来上过大家的课，然后就一直说核心，我想说核心在哪？在哪里？核心在哪里？然后第一节课还要走路，说什么核心要 up down up down， 然后完全无法。自己也要教课，然后他们自己也要上班，可是他们却可以每天然后花时间，然后到在我们每一个学生身上，而且真的是每一个学生都教哦，每一个学生每一个班就是一个班，他可以教两三个小时，我的妈！还蛮值得的，就把东西都吃进身体里。跳完之后肌排会变超快，就是身体有被开发的感觉。很多人说我进步了，就说你很不一样，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。跳舞的方法、身体处理方式，还有老师们的关爱，就是从来没有这样子哦。我在学校练舞，就是大家就是哦，好，练完就走了这样。可是就是练这个惩罚，就觉得好像就很像大家都很关心彼此。老师真的把我们当小孩子在教，就是很用心，就是这个动作你不会，可是他会再花20分钟或者甚至半个小时，就为了你这个动作再教你很深入一次。真的超傻眼。竟然有老师会陪我们到早上，那时候超感动的，哪有老师会陪我们缝衣服缝到早上？Mania老师三个老师超屌，精神超好，从晚上10点缝到早上9点。来跳之后才会觉得真的来跳舞。其实我跳完Lumi惩罚之后，有之前常在跟课的老师有说我明显有进步蛮多的，然后会觉得说老师都真的很用心，很花时间，就是每天陪我们练习。就都觉得说，老师你都没有别的事要做吗？很多啊，从晚上7点半吧，然后一直到12点，我就觉得天哪，老师你们应该还有别的事要做吧？你们也是上班族哎，怎么能够花这么多时间陪我们？而且他们练完以后，晚上就是半夜都还要自己再去练舞。其实老师不是没有事，还有很多事要做，可是他们很愿意花时间在我们身上，我觉得好感动。结束之后，我真的想说，每个惩罚跳完，然后大家就会散掉。可是后来就是一群神经病，然后又在一起，又出去比赛，又出去玩，又干嘛？我们要去比赛，然后
问很多问题，那就是老师都会觉得哎，可以来帮大家加油，或是来帮大家看这个舞怎么样。我觉得老师会想要关心学生的一些就是跳舞之外类似一些生活什么，然后会觉得老师真的是我们的朋友，就是会有一种内心觉得很温暖。老师一定都会多少就是在练舞的时候一定都会严格，可是在私底下还可以就是相处的这么好，甚至带我们出去玩啊，去美国啊，我就觉得哇哦。练舞结束之后老师就可以跟你像好朋友一样，就是开开心心的聊聊天啊，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这边的哎，就是收获是什么之类的。对啊，就是我很喜欢这种相处的模式，不会让你觉得说哎，你从头到尾就是像魔鬼训练营啊，就是老师跟你也不熟，就只是一直骂你，然后也不告诉你自己哪边做错这样子。会说话，给你五颗星。不要犹豫，你就是来就对了。因为你不来，你就不会被操练啊，你不操练就不会进步啊。你真的会默默的进步非常多，而且非常抗压性会上升很多，非常多。而且老师会保护你哦，你知道国管就是有一些效应，然后爱人就很大只，就会过去跟他拼了。这真的要很有勇气来参加。Hello positive， 人生就这么一次，如果不参加来，不来参加的话，绝对会后悔。就不要犹豫啦，就来啦，干嘛犹豫？很值得做这件事情，真的。Come on， 快来吧。学跳之外要学态度。这边给就是给我们人生观很大的一个冲击，真的会大跃进，不是这样子哦，是这样子哦，只是让你进步，那个感动是你没有亲自来体会是没有办法感受到的，不然会后悔，很值得，不要犹豫了，就来欧啊，就不用怕了，反正来了就会变强，就是来了就对了，对吧？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的可能性有多高，你一定是来的时候你才发现自己到底做不做得到。温蝶吹一球不满，人格分裂，搞不定的啦，这个人呢，你对跳舞一万都无得满足，会随着年纪千变万，你安怎样拢摇袂着啊？按照没按照操，都没到。这摆，阮精心准备，从来拢无做过差人事。你够机会，是阮女儿的老师。所有代志，阮就传遍遍啊，就等你来领啦。唔，你找啦，干袂死你。Enjoy dancing, always 欢喜。